有一个阿姨给了我一小份食物，让我试一试。I usually like Ethiopian food. Wow, that looks so good. 这就是我有一点点 heavy 的早餐，但我跟你们说，这特好吃。I finish all these things within 5 minutes, almost. You're getting a porridge and Can I have a coconut flat white? 这是我第二道早餐，这个是蜂蜜粥。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 ？Make sure you tell them that's your second breakfast. I said, 啊，我们扔了很多垃圾，然后最麻烦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在搬家的时候，就是打包你的厨房。我个人认为这是最麻烦的部分，很多地方都已经清空了。I wish you would use this less like a criminal in a Mexican mob movie and more like some. I'm gangster. Try again. I hold it for you. You have to bite. That's the animal bit of me.我男朋友一边瘸着一边装家具，好心疼啊 ！Are you okay, baby? Yeah, 刚才我们坐在沙发上休息嘛，然后我就想到，其实这是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了，然后我就难过的哭了。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以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久很久之后，我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来看，哪怕是就是一个多月的分别，都得哭一鼻子。我在难过的时候，我也提醒自己，也许这是爱情特别好的部分。East London vibe。这家餐厅呢是伦敦非常有名的一家印度菜，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吃了。哇！行，我这把这个地儿吃一下，然后告诉你们值不值得来。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吃了一个之后又点了一个。我呢，其实一直以来在伦敦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没有特别喜欢上印度菜。所以我男朋友刚才又带了我去吃了一家那个印度菜嘛，然后我刚不惜给你们 vlog 来着，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爱吃，然后我确实也觉得那个羊排不错，但是总体来讲我还是觉得，就那么回事。Are we going to Curzon? Yes.我们从 Curzon 出来了，然后看完了那个电影 Big Sick， 然后我整个人哭得像狗一样。Bye bye London for 1.5 months. We don't show your face. You need to show us your back. You cannot twerk, please stop. And crippled twerk just make it look so pathetic. 大家好，我到家了。我们家现在基本上已经打包的差不多了。我想随便说两句，刚才我看的那个电影叫做《Big Sick》。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它在英国这边也刚刚上映。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它的话，我真心推荐这部电影。其实在我看之前，我就在地铁站看到它的宣传海报，然后上面写说这可能是今年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之一。然后后来呢，我又去看了一些电影网站的评分，这部电影评分也很高。然后我就想说，这明明不是讲了一个很，听起来就是挺普通的一个爱情故事，为什么这部电影会被评分那么高？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明白了。首先看的时候我一直在笑，
然后到后面呢又开始哭，哭的真的就是一个稀巴烂。然后我觉得我哭的点也许是因为剧情本身，也许是因为爱这件事情。我觉得爱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它。这就是这个电影让我觉得最感动的点。嗯，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然后我男朋友就是有点兴奋，然后他就手舞足蹈的说什么，嗯，等我好了呀，等我腿不瘸了，我们去干这个，我们去看那个，然后我们去。我们去吃这个，然后我们去吃那个，然后。She's my baby, the way she got me going crazy. I don't even know she got me singing, got me picking daisies, baby. I love to see you smile, and when I pick the phone, you know who I have to dial. It's my baby.